放射治疗简称放疗。放疗的话是指通过放射线，比如说，同位素发出了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射线以及 X 线基，比如说我们执行加速器产生的 X 射线、电子线、质子束、离子束等一些放射线来治疗恶性肿瘤的一种方法。放疗是一种局部治疗手段。自从，人群发现 X 射线以来，放射线就逐步应用于，治疗疾病。最早是用于喉癌的治疗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现在，放疗作为治疗恶性肿瘤三大常规治疗手段之一，在临床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据 WHO 统计，放疗在恶性肿瘤的贡献率达到了41%。比如说，我们常见的鼻咽癌，早期的鼻咽癌，我们是可以通过单纯的放疗，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。它的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%以上。对于一些中晚期的患者，我们可以通过术前或者术后的辅助放疗，也可以使患者的局部控制率提高。比如说，那个直肠癌的患者，低位直肠癌的患者，我们通过术前的放疗，可以使患者的保留肛门这个愿望得到实现。第二个是可以降低患者的局部复发风险。所以说，放疗在临床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。